是我自己是觉得，就是东方人并不适合纯雾面或是纯珠光的眼影，就是说一定要有一个眼妆里面一定要有雾面有珠光，不然的话就是会眼睛看起来比较奇怪。嗯。有的人就是会比较疑惑，就是湿擦到底眼睛刷到多湿。我通常就是觉得大概是头发七分干的感觉。嗯，对，就是足够的湿。嗯调盘上面，然后再拿扇子，第三只扇子，然后用来 carry。然后直接上睫毛膏。对，就是这样子，然后就可以上睫毛膏了。然后尽量我不会打到前面，因为前面通常我们都有一点毛孔。嗯哼，对，然后皮肤就前面这边没有什么毛孔的人才适合打到那里，不然没错，不然就会人生悲剧。容小帮我画的那个日常生活妆，对，大家如果很常看美妆版的话，应该就会认识她，就是她是一个非常资深的版友。现在用的是松刷，就是比较松，有一点竹状的刷子。这种刷子在画的时候，打开比较不会，就是等一下一条线晕不开的状况。标准的眉眼距呢，是指单张开眼睛的眼高，眼高就是你黑眼球只是前方正常张大的时候，你的眼睛高度。对，然后这个要是1:1，你有超过1:1？真假的？对，我第一次有人跟我说我是有，就是眼褶是大的，不是眼褶大，是眼有眉眼距很宽。那如果你眉眼距很近，也就是说你的这个小于1:1的时候，你没有地方发展这个 carries， 没有发展的空间。
对对，你没有晕染的空间，可是因为你有大鱼，所以你是有位置画 concrete。天哪，对，第一次知道，因为我都觉得我就是画不起来，就是我觉得我也不是那种很有地方可以就是发展的人。并没有，你还蛮有地方的，你都快要比我有地方了，太感动了。上面很晕，下面很力。那我现在再把上面晕开，那我等一下才会去把下面变锐利这样子。像我自己今天，我自己今天就是有画一点点，但这种就是只能算是眼窝，它不能算是 cacris。对，但是 cacris 的柔化版本其实就是眼窝。对对。试一下，因为我跟阿笑说，我非常的想要画，就是那种所谓的，就是 Instagram 那种 cut crease 的妆，所以呢，他刚刚一整个下午就非常的辛苦，先帮我从就是零，然后画到淡妆，然后淡妆画完之后呢，我们又拍了另外一支，就是我们的就是那个另外一支影片，反正大家去看。然后画完那个之后呢，他再帮我卸掉，然后重新画一个超浓的妆，今天真的非常的谢谢你，不客气啦。你要进来镜头吗？就是他，看大笑，我又把他绑起来。好的，以上呢，这就是今天的分享，希望你会喜欢我今天这两个妆容，就是上一个是淡妆，下是浓妆。如果你有任何的一些个问题呢，都欢迎留言给我。那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的话呢，不要忘记帮我按赞跟订阅我的频道哦。我现在也有脸书加一个 Instagram 了，所以呢，欢迎大家来帮我按赞跟 follow 我的 Instagram。那就先这样子哦，拜。